来是我介绍的第一个包啊，失败的包子，失败的包。我现在要开始试吃了，我可以试吃了吗？是啊。现在开始试吃是什么味道？现在把它吃它的眼睛。哦。哎呀，有那个冬粉啊、哦，因为它是失败的。爸爸，安妮妮啊，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包子，是小小兵的，然后它是圣诞节版的。现在呢，就我来为大家试吃，我们吃它的哦帽子，哦，闻到那个油葱的味啦。我现在开始吃了，怎么包子怎么都是咸的、啊？最近有啊，咸蛋糕来在菜脯的味哦，超市我们台湾人都跑。干妹啊，干妹啊，油葱啊，你来讲哈。哦，哇，这个。嗨，这是今天第三颗包子，是 Elmo 的圣诞节版。那现在呢，我就来再试吃一下，我吃它的左眼好了。红色的馅，爸包，嗯，也是很普通的爸包。我不知道它里面的馅是饺子，是饺子，就是这样。好啦，算好吃啊。在侏罗纪公园里面买到了这只鸡腿，火鸡腿没什么，最厉害的地方是它880元日币。现在来尝尝看，嗯，烤鸡腿好吃。我们刚刚去了。神社，然后现在这里有一条街，很像我们那个雅琪亚庙会的。这什么呢？这是日本的咸酥鸡，它皮有点脆脆的，很像那个肯德基那种。咸酥鸡无误，嗯，无误。